我们行走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，每天充实而忙碌。年轻也许容易迷茫，但只要面朝阳光，生活也会丰富多彩。复旦大学24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，110多年的历史，包容了一代代年轻的复旦人。他在告诉你，坚持信念，前方定有光明。而逐渐走向成熟的复旦人，同样在守望。生活像一列永不停息的火车，我临窗而坐，抬眼望去，桃花含笑，云收雨霁。春天降临，随暖暖的春风悄然落下的樱花，那伴随着阳光繁密起来的梧桐树，无不再悄悄告诉我，时光已逝，光阴宝贵。一缕晨曦，一片落花，照亮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让人变得充满希望。只要面朝阳光，怀着信念，前方定有美好未来。